OK， 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我大炮，今天给兄弟们，看一把低等级的一个皇宫吧，好吧，看一把低等级的一个皇宫。这边的话是我们雪山六十九级的一个二位啊，兄弟们看1175的话，我觉得每次都看1175皇宫的话，可能看的有点腻，对吧？就感觉看的老看就没有那个新鲜感了嘛。然后的话，今天炮哥的话也是据粉丝的一个线报啊，粉丝投稿。说这一把69级的皇宫啊，恩怨啊，非常非常的精彩。具体是什么恩怨呢？那我也不知道，我们只管打得精彩就行，好吧？所以说的话，也没有去问那些七七八八的。就兄弟们，对吧？看炮哥视频这么久了，也有很多梦幻西游的一个玩家。就兄弟们，如果说你们有很精彩的一个视频啊，或者是一个单挑啊，5v5的话，就尽量要快一些。有很多兄弟让我。对吧？出5v5的视频，5v5一个视频一个小时，真的，对吧？太长了，就尽量的在20分钟以内，或者是15分钟左右这一种，对吧？然后的话，炮哥这边的话，就如果说够精彩的话，炮哥这边的话都欢迎兄弟们免费投稿，好吧？然后的话，69级 PK 的话，肯定没有175打的那么快，跟兄弟们闲聊几句。炮哥以前也是一个69级的玩家，我相信。很多玩梦幻西游的小伙伴啊，都是从低等级往下面玩的，对吧？不可能一开始就玩155级。就所以说的话，今年梦幻西游18年，我10年前的话也玩过69级。10年前玩69级的话，我也是玩的一个农工吧，那个时候玩的是一个农工。后面因为无级别越来越贵嘛，后面无级别越来越贵之后的话就。玩高等级的129啊145啊155啊175啊，就现在的话69级确实，对吧？玩69级确实玩不起。现在69级的话，据我所知的话，好一点的无级别，什么无级别金星啊那些，对吧？得大几百万，对吧？六七百。你就一般的无级别，对吧？一般的中等的，中等偏上的那些无级别啊，最起码得7位数，我跟你说。法系好一点的项链啊，150的专家的衣服啊，对吧？150高伤害的武器啊，我跟你说得100，而且你不用算04呀、超级简易那一些。所以说的话，69级现在玩起来啊，确实贵，确实贵。你虽然说175，其实说175啊，差距真的没有69级那么大。我跟兄弟们说啊，玩175的一个16+11的号。顶多也就是一个，就宝宝一般般啊，就不用追求那些什么浮云神马，都就追求一些什么壁垒力劈啊，12技能的那些壁垒啊，然后搞几只，对吧？差不多的血宝宝啊，其实一个就拿表弟那个号嘛，16+11的号，对不对？差不多一个150到200，我跟你说，150到200就能够配一个16+11的一个175的一个法系号，就差不多100-150左右，好吧？就能够，就你，对吧？你也是16+11，别人也是16+11。你像，紫禁城啊、珍宝阁、啊、都是16+11的号，只是说对面的号下面有一些难字而已，什么穿刺啊，对不对？其实差距就没有这么大。你69级不一样啊，你69级对吧？人家18段、19段，兄弟，对吧？一件装备无级别打18段、19段，你装备。对吧？打个12-3段，你像我们这种玩家，对吧？玩个69级，打个12-3-4段，了不起了吧？对不对？一件装备比人家少4-5段，对吧？你这 PK 差距太大了，真的。所以说的话，我建议兄弟们玩的话要玩高等级，玩低等级的话，你像这种69级，说句心里话，没有什么游戏体验。你碰见那种大老板的话，真的玩不动，好吧？前面的话闲聊几分钟，然后的话进入我们的一个主题啊，给兄弟们解说一下这个比赛。观战方的话是一个魔丸寨加翻寸山的一个阵容，对面的话是一个武装加大唐官府的一个阵容。69级的话都是没有灵元，好吧，就不能魔丸寨起炉子啊，对面的话丢剑斩没有这个套路，翻寸也不能分身。按我们对 RVR 的一个了解程度来说的话，我觉得观战方的胜率要大很多。首先的话，魔丸寨是一个取秒的一个门派。其次的话，翻寸山的话有一速，我觉得这一把观战番能赢，好吧？观战番能赢，而且大唐官府的话低等级也没有灵元，武装冠也不能加遮掩利器。这边是打面山啊，你看这边秒对面1700、1800、1500的秒，对吧？对面大唐官府哪怕伤害最高再高，
对吧？也只能一刀能砍一个人。不知道对面的话，武装怪有没有带看风啊？我感觉挺看风的呀。OK， 风落魄，我跟你说，风落魄的翻寸啊，一看就会玩，好吧？风落魄的翻寸一看就会玩，落魄是风的最准的。哎，我确定了，我确定了，对面的话，这个武装怪有带看风，对面的话直接换算法，对面这个武装冠，这一手卡速武装，卡速看风武装冠的话好像玩的有点溜啊。兄弟们可以看得到啊，对面物理系轻法系的小孩啊，说句心里话很困难，这边法系群秒一次性秒四个啊，真的。OK， 我觉得对面这个如果关对面对吧，如果对面能赢的话，这个武装冠要立大功了，这边的话也换。 OK， 对面的话两个宝都没有神啊。哦，武装冠这把没有封住，对面大唐官府三层半天，我们再直接解掉，没有用 T7 的一个武农丹。哦，这边再换顺法，二十四盒对面应该顶不住了吧？哦，再换顺法一千两千的秒，大唐官府要出配速了，好吧？高隐身的配速，棺材翻，我们来看一下翻顺会不会再换，还有两个宝宝，再换。那打皇宫的话，应该都是有小号在看血，再换。哦，换了一个瞬击的话有四血追击，两刀瞬击直接碾死两个。我都说了，兄弟们，真的，这炮哥现在看皇宫真的无敌。就棺材翻输了，我都把头给剁了，兄弟们，好吧。OK， 对面的话，武装怪神佑，再神佑，武器神佑啊，武器粘神佑两把。OK， 有看风，对面套一下魔丸寨，不然魔丸寨去秒，魔丸寨这个时候没有机会请牛进。对面的话平砍，清一下这一个瞬击攻宝宝。这个时候啊，棺材翻要好好打了，因为翻寸这边的话宝宝不多。OK， 一速翻寸解掉魔丸寨，对面的话顶了个药。OK， 哎呦，大唐官府清这种高伤害的宝宝还是清得快啊！这边有一把限定激发的群秒，风云变色，秒两千，哎惨，哎我，大唐官府也有神佑武器啊！大唐官府神佑一次，武装冠神佑两次。我跟你说，神佑武器跟宝宝的高级神佑是一个效果啊，反正有20%的几率会触发，就等于说你人物有一个高级神佑的一个效果。这边甩发文夹，对面的话出了一个配速。OK， 拉起大唐官府平砍金宝宝，翻寸这边的话宝宝要毕业了，兄弟们，满天顶多只能叠三层了，对吧？这边的话看性很足啊，风云变色，秒。这边是又神了吗，兄弟们？这个血应该没有神吧？关键我跟你说，关键现在这个一速翻寸啊，你封不了人，你知道吗？还是得封一把呀。我觉得得把对面的武装怪封一把给封进去啊！你不封进去，对面这真有可能会翻盘啊！得封一把私心啊！你不能，我跟你说，棺材翻打得特别急，他直接，你为什么不用先例激发的宝宝解魔丸寨呢？
对吧？你封一把落魄封给武装冠，封一把定身封给大贪官府，让魔丸再用自己的宝宝解自己，这不挺好的吗 ？OK， 这个时候魔丸在七个咬，帆船已经没有宝宝了，好吧？这个时候就很纠结了，好吧 ？OK， 魔丸再去庙。OK， 对面武装冠这个是真神了，神四四了，这是没有幺六三神四四啊，兄弟们。OK， 再封你的一个魔丸寨，不但魔丸寨去秒，没有幺六三神四次，这就每一回合都能触发那个20%的神用几率吗？武器神用是一个20%吧？神用武器，对吧？神用武器的话，有20%的几率出现神用复活的效果。哦，这边的话，大贪官府神用之后的话，被飞镖给砸掉。这神用了多少次啊？对面 ，OK， 去秒 ，OK， 再神用这武装冠，飞镖还神用 我跟你说，也就梦幻西游打环宫开不了挂，不然你敢相信这武装冠？兄弟，你不要拿延寿打 PK 啊，你不要拿自己的寿命玩 PK 啊，大哥。你这是在用自己的寿命在打 PK 啊，大哥！就每一把都能触发20%，这他妈神七八把了！你说有163就算了吧，没有163，完全你看又神了，完全靠神用。观战番的话，哎，这一把操作有失误啊！观战番如果直接给对面丢飞镖的话，对面如果没有神用的话，这须弥出不来。出来两个须弥的话很难受了，我跟你说，这边的话又神又了，两个一起神啊，兄弟们！哇，这 PK 真绝了，兄弟们！哇，这 PK 39回合神又10次，哇，这个真厉害啊，兄弟们，这个是真猛啊！这完全靠神佑翻盘啊，兄弟们！拿寿命在打 PK 啊，各位哥，绝绝子！我40回合，大哥你是真牛皮啊！我再给他们两个这个机会的话，是不可能能打过观战番的。我这神佑神的不讲道理啊，这啊大哥这神佑，这武装冠这神佑。还好，我跟你说，武装冠兄弟，如果你在看我视频的话，炮哥跟你说一句啊，还好这边的话是一个2021年的最后几天了，对吧？就你这一波 PK 打的，已经把2021年的所有的好运都用掉了。就最近的话，对吧？最好，对不对？小心一点，对吧？撑到我们的2022年，好运即将来到，好吧？因为你这个说句心里话，这个神佑，就我玩梦幻西游18年，就你这妈。真的宝宝都没你神的多，兄弟们，真的就宝宝对吧，一场 PK 神7次有成就，你这样人神10几次，真的牛皮，兄弟。喜欢炮哥视频点个赞，点个关注啊，希望欢迎兄弟们投稿，好吧。